為保持感恩祭的莊嚴與神聖及避免影響禮儀的進行，請各位緊記將手提電話及其他響鬧裝置調至靜音模式或關上，多謝合作。感恩祭現在開始，各位請起立，進堂詠，由我們一同詠唱頌音第114首，第114首《倚重萬方》。圣神之名，愿天父和基督赐给各位兄弟姊妹恩宠和平安，也赐给你。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刚才他的风琴都有少少伤风我们好过了这个的圣诞，又要迎接这个的新年，可以给回我们是会看得到天主对我们的一份的关爱。我们虽然是分很多的因素的里面，使到我们都好像是六神无主，但是我们会有一份的心，今天的圣经里面呢，其实它提醒回我们，天主呢是会告诉给我们听，你食我的着我的这样，你应该要听我话，这是理所当然。我们如果不会看到这个，我和天主是会真正在这个的地球都是他的品物，他的所做的一切，那我们会去欣赏，那我们说这是理所当然，我吃你的，我着你的，这是理所当然，念转头。如果我们没有这份这样的心呢，我们都是条件式的一个交易的里面，我们不会呢是去到说我要爱天主，我要将这个的一个职责，一个任务呢，我要作这个的福传，我们怀着这份的心，不是因为我们会享用紧，而我们呢懂得呢怎样去作我们的福传。那就以我们的身教言教，无论在我们不同的年纪的里面呢，我们都懂得是怎样去跟天主建立这份的关系，聆听他的声音，去呢享用他给我们的天上的马纳，来到继续我们的传教的使命。基督，你奉命来到拯救忏悔的人，求你垂怜。求你垂怜。基督，你来到召唤罪人，求你垂怜。求你垂怜。基督，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转达，求你垂怜。求你垂怜。
完全能嘅天主，垂怜我哋，赦免我哋嘅罪，使我哋得到永生。阿门。天主在天受光荣，自爱的人在世上祈望。主天主，天上的光芒，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敬拜你，献扬你，感谢你。求你仁慈咁样俯听你子民嘅祈祷，使我哋嘅时代得享你所赐嘅平安。因你嘅圣子，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佢同埋你及圣神系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门。各位圣神，愿研究经系喺主日咁样，就系第二书第四页，第四页。攻读撒母耳记上，撒母耳在安放天主约柜的上主殿内睡觉。那时，上主召叫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就跑到厄利面前说：你叫了我，我在这里。厄利说：我没有叫你，回去睡吧。他就回去睡了。上主又叫撒母耳，撒母耳起来，走到厄利那里说：你叫了我，我在这里。厄利对他说：我儿，我没有叫你，回去睡吧。撒母耳不知道是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尚未启示给他。上主第三次又叫了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又走到厄利那里说：你叫了我，我在这里。厄利於是明白是上主叫了這少年，便對撒母耳說：去睡吧，如果有人再叫你，你就回答說：請上主發言，
你的仆人在此静听。撒母耳就回去仍睡在原处。上主就近，像前几次一样召叫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便回答说：上主，请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撒母耳渐渐长大，上主与他同在，是他所说的一切话没有一句落空。上主的话。答唱咏，让我们跟随领唱员咏唱以下的答句来回应上主的圣言。赎罪祭也非你所要，于是我说：看，我已来到。我的记载，我的天主，我乐意成行你的旨意，你的法律常在我心中。宣扬了你的正义，看，我并没有闭口不言。上主，你全知识。人的身体不是为了淫乱，
而是為了主，主也是為了身體。天主既使主復活了，他也要以自己的能力使我們復活。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嗎？那與主結合的，便是與他成為一神。你們務要遠離邪淫。人無論犯的是什麼罪，都是在身體以外。但是那犯邪淫的，卻是冒犯自己的身體。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聖神的供應嗎？這聖神是你們從天主領受的，住在你們內，而你們已不是屬於自己的了。你們原是用高價買回來的，所以務要用你們的身體光榮天主。上主的話。感謝天主。福音前半部，各位请起立。在此靜聽主唯有你永生的話。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上主我在這裡靜待你聽，福音裡是你的話。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兄弟姐妹同在，你的生命同在。恭讀聖約望福音。主光榮歸於你。那時候，約翰和他的兩個門徒站在那裡。約翰看見耶穌走過，便注視著耶穌說：看，天主的羔羊。那兩個門徒聽見約翰說這話，便跟隨了耶穌。耶穌轉過身來，看見他們跟著，便問他們說：你們找什麼？他們回答說：勒比，義正師傅，你住在哪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看看吧。于是他们去了，看见了耶稣住的地方，就在那天，在耶稣那里住下。那时大约是第十时辰，西门伯多禄的哥哥安德肋，就是听了约翰的话而跟随了耶稣的那个，兩人中的一個先去找到你自己的弟弟西門，並向他說：我們找到了墨西亞，以即基督。於是帶他到耶穌面前，耶穌注視著他說：你是約望的兒子西門，你要叫黑髮，以即白多祿。上主的福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主我在这里请你拜见，一生里求你
先咧都會問翻大家，其實咧我哋有冇睇到一套嘅電影啦，叫做係《年少日記》咧？有嘅請舉手。哎呀，都咁少嘅人。咁咧，我哋就唔可以喺呢個聖堂裏邊去包場。不過咧，真係鼓勵大家，我哋話我哋作為呢個嘅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噶啦，我哋仲需要去講呢啲咩咁樣啊？一個好值得我哋去真係去咀嚼、真係去思考嘅一套嘅可以話現實嘅一套電影啊。咁佢唔信出嚟，咁當然咧，我哋都好似阿黃國輝就即係咁樣巴閉一下，能夠咧就請到個導演係去同翻大家去分享嘅。咁不過咧，我就多謝阿 Laura 咧，即係 forward 俾我嚇，佢咧就有呢一個嘅即係呢個觀後感咧，就好多人去請咗嚇，即係話咧揾呢個嘅卓導演咧係講緊少少。咁但係咧，因為個片長咧就好長嘅。咁我咧就單單五分鐘，唔使佢大家話哇，我搞錯神父，哇咁長嘅咁樣嚇，我哋趕場嘅，五分鐘嘅啫。阿希林，你大家我哋真係會睇翻下咧，點解呢個嘅卓導演係會有一個咁嘅一個心思去拍一套咁嘅電影咧？十幾日嘅啫喎，咁但係咧都唔係好巴之弊，即係話要哇好似高朋客座啊，個個都走去睇。而是看了之後很多的迴響呢，是使到這位的導演呢原本是寂寂無名的，十幾日的可以是去拍的啫，醞釀了成年幾的了成套的電影。咁呢出來的時間可以攞獎喎，連埋那個小朋友呢都可以去攞到一個嘅金像獎喎。咁點解呢咁樣嚇？讓我哋睇下五分鐘，知道一下點解會分今日嘅聖言咧，係你有個咩嘢嘅關係喺度咧？讓我哋睇睇先。咁我哋咧，所以咧喺呢度，我哋希望大家能夠去看一套電影，或者是回來你再看看為什麼這個人呢，他有這個的如來神筆，會寫了一些的地方，可以說一個都是現代的一個先知先覺，寫出呢是對現在在這個的社會，在很多的年輕人的心中有沒有這份的真正呢是成於中形於外，會不會是將自己的一個心境要表達出來的時候呢，是可以給人呢可以聽到這個呢是其實我想呢要達到的。今天其實一個程式我們會聽回的呢，就是第一是聆聽，第二呢是解讀，第三呢就是行動。聖經裏面啱啱嘅嗰個鋪陳，三方面咧話翻俾我哋聽咧。第一聆聽呢一個嘅撒母耳，少少年紀，天主有個聲音同佢講嘢喎，同翻佢講嘅時間係會係入心入肺喎。咁個小朋友咁點去聽啊？就係、是。天主召叫啊！呢度嚇描述嘅時間，撒母耳，撒母耳，咁你要我喺呢度啊咁樣嗱，呢一個嘅經過三次去問呢個嘅小朋友，好啦，佢走去咧同翻厄里呢個先知，可以話咧係俾佢一個嘅啟明，俾佢咧係一個嘅督導，而且咧係俾佢能夠咧係有一個嘅行動。其實我哋喺翻上個星期咧，如果你如果係讀呢個聖言嘅時間，就會知道咧，原來撒母耳喺佢成個成長嘅裏邊，佢遇到嘅內容去脈，佢會點樣去做嘅。好啦，講到呢度嘅時間，撒母耳
就係聽到之後咧，啊咁翻返嚟就話喂，天主有個聲音同我講喎咁樣。咁撒母耳聽到時間，佢就想話：咦，究竟講啲乜嘢啊？厄利咧就話翻俾佢聽，嗱，你留心聽啦，你話翻俾啊回應。如果天主嘅聲音，你話咧最後嘅嗰個合回應嘅時間就係你嘅仆人喺呢一度啊，啊！天主話翻嗱，即係話啟示翻俾厄利就會話：上主，你嘅一個啊一個咁嘅聲音啊，我係喺度啊，喺度我聽乜嘢咧？係咪你嘅仆人喺呢度聽啊？啊個啟示。咁呢度咧，其實就係話翻俾我哋聽，就話撒母耳能夠咧去聽，同埋咧厄利咧俾佢咧係一個嘅辨識。辨識嘅裏面，我哋都去解讀咧。聖保祿就係話翻俾我哋聽啦，喺呢個教門多人前書嘅裏面，我哋話我哋喺翻我哋嘅一個生活嘅裏面，我哋唔係記掛咧喺翻我哋起居飲食嗰啲物質上面嘅嘢。而是真正呢我們會提升回我們是屬於天主的呢、啊、因為聖保祿再提喂你們不要忘記、哦、你們的身體呢是基督的肢體、啊啊、如果跟基督去建立的說話呢我們是真的要是有、啊、真的我們的心靈呢我們要整頓好呢我們都是去聽的樣、啊、所以分別是什麼呢、啊、行善避惡啊！好多地方乜嘢係淫亂，乜嘢係唔啱，乜嘢咧係使到我哋嘅啊靈魂係有一個即係冇一個係聖神嘅宮殿啊！聖保祿再提翻我哋嘅，咁我哋唔會話成日都係啊，好似年青人一翻嚟覆去就會話就打機，翻嚟覆去就打機就係我哋一個生命咩？唔係啊嘛，我哋唔好忘記咗我哋嘅靈魂咧。啊、是一個嘅聖神的窗，去入喺我哋嘅裏邊嘅喎。嗱、啊，呢度所以會話聖神住喺我哋之內，我哋就唔係屬於自己噶啦、啊。因為天主都用高價嚟到買翻嚟嘅。啊，所以咧，我哋嘅身體咧要去光明天主。哦，咁喺翻呢度咧，我哋嘅一個行動係乜嘢？嗱、啊，就係、是、嗰幾個嘅約望福音裏邊啊，約翰。話翻俾嗰兩個門徒聽，係話翻俾安德羅啊，話翻俾咧啊佢哋聽咧，係會話你哋要知道咧，後我而嚟嘅嗰個就係先知，嗰、那個咧係更加偉大嘅。所以約翰咧就會話你睇天主嘅羔羊，天主嘅羔羊喺呢一度啊，佢明認。咁而且咧係使到嗰啲嘅門徒就會話啊，師傅，咁你住喺邊度啊？師傅要話翻俾佢聽咩名咧 ？Come and see， 嚇嚟睇睇咯。嗱，好多次我哋上嚇、啊、幾個星期之前啊，我哋聽到呢個嘅納塔那爾係咪啊？腓利伯話翻去，我見到個師傅啊咁樣嚇。咁納塔那爾話冇咩，我見到咩嘅師傅啫。嗰、那個師傅係如果納扎勒嘅都冇咩好嘢嘅啫咁樣。Come and see， 睇啦，去睇嗱、啊，去睇之後咧，原來知道嘅。所以安德勒會帶他的弟弟西門呢百刀牌去到、啊、會找回的時間耶穌一見到、這個的安德勒、啊、而且呢是見到這個的西門就告訴他聽你要叫百刀牌就是這個的磐石 Peter 就是表示什麼是 Petra 就是磐石我在這個磐石上面呢要建立我這個教會哦，咁你要聽到咧，原來呢個嘅行動，所以我哋會嚇話翻咧，百多六成為呢個中途之長。好啦，睇翻啊頭先嘅呢個阿卓導演，佢拍呢套嘅電影裏邊，佢有一個嘅細嘅一個選題目係咩咧？喺嗰度寫住嘅，開頭我都唔係好明嚇、啊，我未必可以幫到你，但係咧我會係陪住你。我未必可以幫到你喎、哦。原來呢個就係嗰個教佢彈琴嘅嗰位嘅老師，一個女嘅老師。原來呢一個嘅子軒啊，子樂呢、這個小朋友咧，佢做嗰、那個嚇，即係嗰個咁嘅童星啦、啊。
哇，成個喊包咁嘅樣嘅，哇，真係好苦啊！即係睇到，所以好賺人眼淚嘅。如果你要睇咧，記得預備你嘅 temple。好啊，咁點解要去到嗰度？即係呢一個嘅亦即係呢個子軒咧，就係、是、其實啊，會俾翻人睇咧，同一個小朋友啊，佢要帶動一個咩嘅行動咧？原來鄭中基做呢一個嘅阿爸係一個律師大狀啊，咁但係佢要求咩咧？望子成龍嗰兩個嘅仔仔咧，都要成為大狀嘅，唔係大狀都係要律師噶啦，咁樣係咪咧？咁原來咧，對翻嗰個大嗰個咧係好不公，因為佢嘅能力，佢嘅嗰個智慧唔係達到一個好似一個大狀咁樣。咁但係佢阿爸要點樣吹高佢咧？唔搞掂啊！沙藤條你做咩啊？哇！完全飛舞啊咁樣。咁呢個嘅小朋友啊，喺一路搞一路咁樣俾呢個阿爸係去帶動嘅時間咧，係俾唔到佢咧喺翻呢個嘅樂藝裏邊咧能夠有齊處。記得一次咧就會點啊？係呢個嘅慶典，阿爸咧就被邀請咧，學校邀請咧，同埋佢嘅阿太係去到參加係一個慶典，咁學校咧要多謝佢哋咧係捐咗款項啦，咁樣嚇，好多謝呢一個嘅家庭。咁啊，由翻嗰個大仔咧，就會端咧喺最完工嘅禮成之後咧，就嚇喺個呢個 reception 嗰度有係嗰啲茶點啊等等。咁個仔就會係俾翻阿爸係有一杯水啦，咁樣咁佢咧就嚇即係英文學校啦，咁啊哦have a cup of water 咁樣。哦，點樣知 a cup of water 翻翻去喺架車嗰度咧，個仔都喺度嚇，即係全家都喺度噶啦。嗰個阿爸會點啊？唔係叫做 a cup of water，a glass of water。咁冇嘢啦，其實啦，跟住再補充咩咧？垃圾。哇！呢、這個仔即係聽到好似個嚇乜咁樣講㗎咁樣。呢句咁嘅説話可能真係好傷啊！使到呢個嘅小朋友咧，喺翻佢嘅一生裏面，佢成長嘅時候咧，佢真係冇朋友啊！揾唔到朋友，嗰、那個老師佢話翻俾人：我係可以陪到你係一個時間彈琴嘅時間咧，原來好定有個傾訴，可以係做到呢一樣嘢。但係一路落嚟，佢嘅爸爸睇唔起佢，佢嘅媽媽都逼住係睇唔起佢。個細佬都被逼住咧，係睇唔起佢。嗱，咁樣成長嘅時間咧，佢會點啊？睇翻嚟漫畫，係有套叫做《Pirate》，喺個 Pirate 咧，做咗個公仔，係同嗰個 Pirate 喺度對話嘅。原來佢係有啲能力喺度嘅嚇，即係話咧，同到個公仔喺度對話。由咁樣嚟到對話嘅時間，佢咧因為唔及得個細佬，咁佢冧咗兩年。要同翻細佬喺一齊，但係咧，亦都得唔到咧，俾人認同，得唔到咧，俾人欣賞，啊，俾人肯定。個小朋友越嚟越大嘅時候，去到咧喺翻班裏面嘅時候，個先生亦都冇一個了解，就會話嚇：阿子樂，你諗咗兩年㗎啦，條數咁簡單你都唔識，而家罰企啦咁樣，唉慘啦嚇！要擺咗咧喺翻個角落嗰度咧，係要面壁。嚇、啊！咁樣到到我最後嘅時間，個阿哥都好，即係好話好聽，都要認低威，要去到個細佬嘅嗰度咧，就會話係阿細佬，你可唔可以教我條數啊 ？No way！ 啊，我瞓覺我好攰，咁亦都咧係冇採用到阿哥。係去到個地步係會點咧？呢、這個嘅子樂就要喺翻阿爸以前嘅時候，最嬲尾可以話咧，係一事無成，攞住條沙藤條同翻阿爸講咧：對唔住啊，嚇我達唔成咧你嘅一個期望，嚇你嘅一個嚇希望喺度。但係阿爸冇睬理佢，嚇自此之後咧，成為咗咧阿爸嘅喺生命裏面一個烙印。點解咧？嚇亦都加埋咧夜晚黑。個阿哥走上去碌架床上面同翻啊自己嘅細佬會話：細佬，可唔可以同你傾下偈？
然後轉頭個細佬會話我好眼瞓。嗱，最後尾咧呢個阿哥咧攬住個細佬話我想同你傾偈啊咁樣。嗱，我話冇聽，冇人去聆聽，亦都冇人咧係去解讀，亦都冇咧任何嘅係一個啊任何嘅過程咧，使到呢個嘅小朋友原來喺翻呢個 panel 嘅嗰個作者漫畫嘅嗰個嚇，即係話原本俾佢好大嘅正能量嘅。最後尾嘅時間咧，佢嗰、那個作者咧都輕生，乜嘢都冇曬嚇。最後尾嘅時間就係以跳樓嚟去解決。嗱、呢個係咪天主一個意願？我相信唔係。有冇一個俾佢咧係有一個嘅可以話解碼嘅係一個地步咧？都冇嚇，因為點解咧？連埋嗰個老師同翻佢講嘅嚇。我未必可以是幫到你，但我會是陪住你。撒母耳是得到呃你的一個朋友，但是這個子樂是得不到鄭中基，得不到是他的媽，得不到是他的那個細佬的朋友，也沒有人去幫他去解讀。在這個沒有一個信仰，沒有一個寄託，也沒有一個的目標的裡面，可以說呢俾呢個嘅小朋友去成長嘅時候，啊，家不成家，可以話咧，呢、這個學校咧都不成佢嘅學校。咁最後嘅時間就係自己去解決咗自己嘅人生，係唔好可惜啦，係咪？到到個細佬嗱呢度咧，成件事幹嘅最後嘅嚇個細佬咧，大咗嘅時間，佢都唔係中意呢個嘅畫畫嘅。他亦都唔會跟阿爸爸咧做一個律師，佢做一個教師。佢話：我要幫好多需要幫助嘅人，因為點解咧？就係睇咗咧阿哥所寫嘅呢個嘅年少日記。啊，個日記裏邊俾佢咧係醒咗，俾翻佢有好多嘅一啲諗法做法嘅裏邊。啊，佢要咧去改。而最後咧，阿爸死啦，喺翻牀上邊嘅時候。兩父子攬埋一嚿，阿爸佢講翻俾個細佬聽係乜嘢咧？佢話：唉，我真係好內疚啦！係原來個仔攞住條沙藤紙向翻自己講話對唔住嘅時候，呢、這個咁樣個形象咧，仔翻佢一生裏面停留咗係一個咁嘅啊，即係個仔仔咧係冇大到啊，佢會講得好內疚。亦都冇辦法咧，一個嘅出處就係、是、我哋頭先會咁樣講咧，係冇咗啊呢一個嘅理智，亦都冇咗一個宗教，而且咧最大一個問題，佢冇錫到咧係呢一個嘅啊細佬，亦都冇錫到呢個大佬，兩個都冇呢份嘅愛啊。最後嘅時間，佢啊個仔咧係同翻佢作呢個嘅收穫。我會覺得。好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會說在我們的今時今日我們是否需要去復傳呢各位兄弟姊妹、我們會是說如果在這個的從小一直到大都沒有這個目標沒有一個價值沒有一個標杆沒有一個人生的傳話呢我們找不到個意義、約翰他兩個門徒安德納和呢是百刀是找到耶稣。約望和腓利伯都是找到耶稣。如果我們沒有找回耶稣的傳話呢我們真的會是好像那個細佬成長之後他都會說我都不懂得怎樣去組織一個家庭我都不知道怎樣去建立這個這個家庭。因為我告訴你是空白这个呢我觉得整个信息是很清楚、所以如果刚才的圣保禄所讲的如果 不在这个、即是一个好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成长的说话呢一个不良的环境真的家不成家孝不成孝结果呢最容易受伤就是青少年、让我们有很多地方我哋每一個星期嚟到呢度嘅時間，神父就會叫你哋會唱呢個阿利路亞，唱得大聲啲啦 ，crescendo crescendo。
會叫你哋會咁樣唱嘅，係咪啊？你都唔需要叫你哋會話有啲咩唔開心啊，可以走去出面嗰、那個誒喺聖母岩嗰度啊大聲叫啦，或者嚇喺嗰個係咪個操場嗰度大聲啊咁樣啊出嚟啦咁樣。我都唔需要，可以翻裏面有啲情節都會叫嘅，係嘛？即係話咧，有啲嘅小朋友係嘛，或者有啲年青人唔識得去講，唔識得去叫嘅時間咧，就會收埋啊！最嬲尾嘅時間係冇人可以解到佢哋嘅心結嘅。嗱，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喺我哋嘅作為父母、作為爺爺、嫲嫲嚇、公公婆婆啊，我哋有時我哋需要嘅點樣咧？天主俾我哋呢份嘅智慧啊！不是在返內裏面 去教去俾呢份咁嘅水分滋養去俾返佢哋啊呢啲嘅後一輩嘅時間呢係我哋好難呢啊係得到呢使到小朋友呢去成長佢哋都可能會收埋咗自己啊冇辦法呢係將佢哋呢能夠係表達出嚟。咁嗰兩個嘅門徒見到耶穌嘅時間佢會話主我哋就揾到你呢係師父嘅。我哋亦都要咧去揾我哋嘅主咧，作為我哋嘅師傅。包斯高咧就教咗佢嗰啲嘅學生啊，佢有一句咧就教咗俾咧其中一個叫做 Barbarus。Barbarus 咧，佢就將佢摘錄咗寫咗一句説話，係乜嘢咧？佢話 ：We grow best when we grow from within。言下之講啲乜嘢？如果我哋要成長咧？我哋需要喺翻我哋嘅內在嘅裏面需要培養。我哋喺內在裏面培養嘅時間，我哋有豐盛，我哋有咧係真正咧係呢份嘅愛。我哋有呢份嘅愛，我哋先識得咧點樣去俾到我哋周遭嘅人咧有呢份嘅愛。嚇、我同咗聖律師嘅嗰啲初中、高中嘅嗰啲同學仔咧，就喺校監時間咧同佢哋講咗。阿鄭中基嘅嗰句嚇，即係話咧嚇 ，not 啊 a cup of water，a glass of water 啊，咁啊跟住垃圾咁樣，咁成班嘅成班同學即係鼓勵我，即係咁好啦。輪到咧阿 B Sir 咧，即係體育嘅老師仔走出嚟，佢就再補充一句，佢話校監咧唔係講你哋係垃圾啊，不過你哋喺翻嗰個運動會裏邊咧，你哋啊～整個操場，整個嘅嗰個體育，即係體育嘅嗰個嚇，個場地裏邊咧，係抌咗好多垃圾啊出嚟啊！嗱，各位同學，嗱呢個真係好教翻我哋，會話喂，我哋對翻呢個嘅嗰個體育館嚇，我哋會點樣去看待啫？我哋喂唔好理，咪抌咪抌啦，做咩啊？垃圾桶關個鬼事啊？係咪啊？我哋係咁樣，即係我哋都唔會話勸第啲人，或者我哋都唔會咁樣做嚇，因為。我哋冇咗咧呢份咁嘅功德心，個功德心就會又係咩啫？點會有個功德啫？就係、是、愛呢個社會啊嘛，愛呢個家啊嘛，係啊，呢個家我哋話係即係好多地方嚇、啊、都未必點，我哋係要去愛，唔係啊！我哋作為基督徒嘅，我哋要行行先，我哋有呢個先知先覺嘅係一個睇法，我哋有呢個咁樣嘅心嘅説話咧。我哋可以帶動咧，做翻呢個社會裏邊嘅先導嚇。我哋嘅見證咧係有力噶嚇、啊。我哋唔好怕，我做校監有時都會話：咦嚇，嗰、啊、班人喺度打緊呢個籃球嘅時間，我話喂嚇誒、記得喺嗰下邊個有個樽啊，唔該係執好佢，我驚行行埋我呢個咁嘅老餅嘅，你而家踩咁都唔知點算，都唔可以籃球而家添，係咪啊？我跣他嘅時間我都扶你佢添啊，未必執唔執到嗰個樽咧？你自己都會咬柴的，你自己去諗啊！你至宗教仁愛啊，其實咧有好多地方係需要我哋有時話温馨的提示嘅啫。啊，我哋未必一定做咗好多嘢，但係喺小嘅地方嚇、啊，我哋喺翻內在嘅裏邊，我哋建立起嚟時候，天主係同我哋一齊嚇、啊。因為最後嘅嗰句嚇，喺翻最後嘅嗰句咧嘅説話，耶穌注視住佢。請讀經，耶穌注視喺個福音裏面嘅最後嗰句。耶穌注視著他說：你是欲望的兒子西門，你要叫黑髮以即白多龍。你要叫黑髮白多龍，
你哋個個咧都係盤石，唔係石仔嚟嘅，唔係石屎啊！你哋係石仔，而且咧建立起嚟嘅時間咧，呢、這個先係成為呢個嘅盤石。願上主咧俾我哋呢份嘅智慧，因父及子及聖神嘅之名。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祂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祂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祂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祂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都是藉着祂而受造的。祂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祂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了肉躯而成为人。祂在般若比拉多执政的时候，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祂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祂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祂还要光明地降临，审判生者死者，祂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祂是主和父与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我信祂同埋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明，祂就藉著先知發言。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中途傳下來的教會。我承認赦罪的聖洗只有一個。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和來世的生命。我信阿們。各位兄弟姊妹，天主掌管天地萬物，让我们和萬有重建和好的关系，为一切人和整个受造界的好处向天主祈求。请为普世教会的圣召祈祷。撒母耳听见天主召叫，就被妥自己听从天主，求主今日向信众大量地发出同样召唤，派遣他们，如同派遣撒母耳一样，为此我们同声祈祷。天主把美好的创造交予人类照管，让我们对大自然每样事物都珍惜和欣赏，可能从中发现天主美善，为此我们同声祈祷。约翰把自己门徒导引给耶稣，求主加强所有基督徒的福传使命，使他们能以言以行把身边的人带到主那里，为此我们同声祈祷。为所有家庭祈祷，特别是有危机、贫穷、暴力或破碎的家庭，求主让这些家庭重新得到爱，并在被爱中得到转化，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區團體祈禱，願堂區內兄弟姊妹彼此分享在主內生活的喜樂，也共同背負彼此十字架，以此我們同心祈禱。靜默片刻，為個人心中意願向天父祈求。求主常允我們心中默禱，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所求是靠我們主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阿們。改成唱預備祭品歌，由我們一同詠唱頌音第八十一首。第八十一首，常主萬有天主。全能的天主圣父，吸纳我们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我上主从你手中收下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应许。上主，求你恩赐我们相称地参与这个奴迹，我们相信每次为纪念救主的牺牲而举行圣祭的时候，你就在我们身上实施你救赎的工程。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
愿主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总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你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藉着主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记录怜悯人类的过错，甘愿贬抑自己，由童贞女诞生，接受十字架的苦难，救我们脱免永死，又从死之中复活，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为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上座者、宰祭者和全体天君，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扬欢呼。成为你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从来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满周的第一日，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你已高举他，使他坐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都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的时候，你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好吗？你们大家的气息，这个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同样这杯灵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这说你们大家呢，去饮呢一杯赐我的血，生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同埋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咁样做嚟到纪念我。圣死同埋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哋得喺你台前侍奉你。我哋恳求你使我哋分享基督嘅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嘅教会，使你嘅子民皆同我哋嘅教宗方济各、我哋嘅主教周守仁枢机同埋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对我得终日催完善。求你亦都垂念怀住复活嘅希望而安息嘅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哋嘅祖先同埋所有去世嘅人，包括咧系好多系轻生嘅兄弟姊妹，使佢哋享见你圣容嘅光辉。求你垂念我哋众人，使我哋得住天主之母同精荣福玛利亚、圣母正佩戴、圣约瑟、诸圣中徒，以及你所喜爱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哋藉住你嘅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
全能天主父，与一切崇敬和敬意，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你在圣神的团结中。成於中，形於外，在我們的內在的裏面，最能夠呢在我們的自己的家庭，在我們的社會，在我們的國家，在我們的民族的裏面呢，都能夠形作這一個的主的愛。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情困之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将平安留俾你哋，将个平安赏俾你哋。求你唔好睇我哋嘅罪过，但系睇你教会嘅信德，并按照你嘅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系天主，永生永王。阿门。愿主嘅平安使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心灵同在。只要能够互相咧去互助呢个嘅基督嘅内在嘅平安同埋喜乐。Thank you.
爱我哋嘅天主嘅羔羊，请睇，亦都愿意我哋能够爱人哋嘅全面世上者。奉主嚟赴佢羔羊婚宴嘅兄弟姊妹系有福噶。主啊，得救！我哋不离你到我心里来，借住你说嘅句话，我哋灵魂就会痊愈。根据天主教法典，只有已领受初领圣体的教友先可以到祭台前领受圣体圣事，其他人士包括未初领圣体的儿童请留在原位上，我们会为你们代祷，而祝福将会安排在礼成。如教友自知犯下重罪，请先犯我告解，然后领受圣体圣事。最后为保障卫生，如教友希望后领圣体，请先让守领者领圣体，然后再到祭台前后领圣体。多谢合作。主榮，讓我們一同詠唱《頌恩》第102首第102首《耶穌基督是生命源》。
百万六十首第860首，衷心赞美。上主，求你将你仁爱之神倾注在我们心中。我们既然饱享了同一个天上神粮，愿我亦都能够在你的同心同德、彼此相爱之内来到成长。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各位请坐。现在是堂区报告时间。本专日共有五项堂区报告。第一项，庆祝堂区70周年的约和福音交流聚会，将于1月28日主日上午11:30在逢强礼堂举行，包括主题讲座，分享有关约和福音中的奇迹，另有教友灵修互动、神圣诵读、心得分享和祈祷。聚会将备有茶点招待，邀请大家踊跃参与，请到堂区办事处登记报名。第二项，堂区将于5月3日至16日举办70周年庆典闭幕朝圣，前往葡萄牙和西班牙，随团神师为多禄神父。详情请参阅海报，有意参加的教友请尽早到堂区办事处报名。第三项，圣安多尼之友会将于8月5日至12日举办8天蒙古国颂联、朝圣及文化之旅，请有意参加的教友到堂区办事处索取资料，详情可阅览知友会通告版的行程信息。第四项，本堂圣母军青年之团将于1月27日星期六晚上7:00至7:45在母幼堂举行太泽祈祷聚会，欢迎大家与亲友一同到来参加。第五项，
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聯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合一與教會關係委員會舉辦的基督徒合一祈禱週，將於1月18日至25日期間舉行三場祈禱會，主題為愛主自是愛鄰如己。學區鼓勵教友參加，為主內合一共用祈禱，詳情可參閱海報。報告完畢，主有各位請起立。雖然咧，我哋嘅嗰個時間好似長咗啲，咁其實咧，如果邊啲想要嘅嗰、那個分享咧，觀後分享嘅，咁可以咧問阿希，可以喺嗰度嘅。咁啊，始終咧呢個月裏邊都係包師哥嘅一個聖月啊，嗰位仁兄啊，即係喺嗰個祭堂上面嘅呢個包師哥去教我哋嘅祭，理智、宗教、仁愛。陪同咧就係、好多嘅年青人嘅心聲，中小學嘅我哋啱啱做咗一個嘅測量啦，就話好多係冇咗咧，係大人嘅一個陪同啊！唔好話嫌我哋沉，嫌我哋長氣，嫌我哋唔知啊！我哋仍然咧有我哋嘅角色，係可以咧同翻青少年係同而行。願主與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與你心靈同在。願全能嘅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哋同埋你哋嘅所有嘅喺家中嘅屋企人。阿門。彌撒禮成，感謝天主。禮成詠，我哋一同詠唱《眾恩》第272首、第272首《全羊福音》。用爱心